聚聚不离人民的名义。虽然人民的名义最近是火得不得了，可高亚麟也不至于如此吧。或许大家不知道，高亚麟这位以喜剧见长的演员导演，其实正是人民的名义这部严肃正经的制片人和出品人。反贪工作从今天开始项目终点。走啥嘞？坐下。哎，你们在干什么啊？我跟李璐，璐哥是最早是拿他幸福在一起的，好多年啊，几乎每次见我就是每交必到，与人玫瑰胜于香嘛，就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挺美的一件事。本身是件挺美的事，可高亚麟却没有想到，投资老搭档导演李璐的戏，用高亚麟的话说，那就是紧张的他连床都不敢睡。因为人民的名义这个题材近十年都十分少见，收费成本的压力使得多个投资方损资，在老友李璐求援后，高亚麟最终押上全部身价，首次担当出品人。好本子好班子，一定会出好片子。当时只说让我投20%，2000万，刚聊完没几天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我就说那个投资方都没了，我们要不要成为最大投资方？那也行吧，太遭罪了。上午谈好，下午签约，一个都没打钱，两个月之后给你撕毁了。对啊，不是一家哦，40家哦，倾家荡产，这真的是这样。我曾经这个投完这个戏，有10天半个月，天天都不敢上床睡，生怕我老婆给我踹下来。你没资格，因为已经没钱了。也只能在地毯上睡，其实就不敢上床，就是睡不着，真是紧张。这戏怎么卖啊？这部戏的成功离不开各位主创的努力。不过还有这么一个人，被全剧组叫成副导演，时常出现在拍摄现场，名字却连片尾字幕都不曾出现。他就是陈道明。也曾经想请陈道明老师来出演，啊，就你觉得他好，还中途还老来去拍看班是吗？陈道明老师。曾经一度这个被剧组那个列为副导演陈道明，真是当顾问，就是每一个角色啊，他没事儿，他那时候正在北京录这个《传承者》啊，不录的时候就跑到剧组来。陈道明先生完成之前诺言，千里迢迢来拍摄现场看班加油，一诺千金。昨天的牛奶是陈老师送的，然后就被当道具了。真是在喝着茶就在讨论。这个人行吗？那个人行吗？就是大家几乎是公认这个角色适合这个人，最后就敲定这个人，然后道明老师还亲自也去请别人，就特别热情。